我们接着来讲第四大讲的第三小节，关系抽取与属性补全。图神经网络在图像领域的成功，证明了以节点为中心的局部信息聚合，同样可以有效地提取图像的信息。利用句子的依赖解析数构成图卷积中的邻接矩阵，在以句子中的每个单词作为节点做图卷积的操作，这样就可以抽取句子的信息。 再经过词化层和全连接层，就可以完成关系抽取的任务。在二零一七年底，谷歌提出了预训练语言模型 BERT，在众多 NLP 数据集上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二零一九年，谷歌提出了基于 BERT 的系列关系抽取模型，如图所示。简单的使用 BERT 语言预训练模型，将句子输入到 BERT 后，得到的结果。 再输入到全连接层，就可以完成关系抽取的任务。实验结果表明，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加持，使得关系抽取的实际效果取得了显著的提升。在知识图谱构建的过程中，实体识别通常与关系抽取被定义为两个不同的任务。关系抽取作为其中的一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误差传播的问题。实际上， 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任务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比如对于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体识别出来的实体北京和中国可以显著的约束关系抽取的类别，同时关系类别位于也可以约束实体的类型，因此学者们也提出了若干实体和关系联合抽取的方法，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两个模型。 首先，我们介绍一个基于新标注规范的实体关系联合抽取模型，如图所示。该模型在传统的 NER 的 BIO 标签上结合关系类型，定义了新的标签，比如 B person birth、er、of，这显然是一个实体和关系的联合标签。然而，该模型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一个实体同时存在于多个三元组中的这种嵌套情况。 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级联三元组抽取模型。简单的说，该模型先抽取实体，再抽取关系和尾实体。在训练时，两个阶段可以同时训练；在预测时，模型需要先预测出头实体，然后将头实体和句子向量拼接，预测关系和尾实体。传统模型主要关注单标签关系的抽取，但同一个句子。 可能包含多个关系。采用胶囊神经网络可以帮助实现多标签的关系抽取。如图所示，模型首先通过预训练的 embedding 将句子中的词转换为词向量，随后使用 b e s t m 网络得到粗密度的句子特征表示，再将所有结果输入到胶囊网络。首先构建出 primary capsule，经由动态路由的方法。 得到与分类结果相匹配的输出胶囊，胶囊的模长代表了分类结果的概率大小。此外，还有多元关系抽取，常见的关系抽取模型仅能处理二元关系，然而很多真实场景需要处理多元的关系，例如订购关系包含有买家、卖家和商品三个实体。GraphSTM 是一种能处理多元关系的抽取模型，模型的细节可以参考论文的原文。 有很多实体之间的关系描述，并不是位于单个句子之内的。跨句推理或者篇章级的关系抽取模型，主要用于处理跨多个句子的实体关系抽取问题。如图所示，一种方法是先做句子类的关系抽取，然后把跨句的关系抽取转化为一个进一步完成推理的过程。比如，如果第一个句子抽取出 A 是 B 的爸爸，第二句抽取出 B 的妈妈是 C，再进一步叠加推理。 我们就可以得出 A 和 C 是夫妻这样的结论。篇章级的关系抽取，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当前关系抽取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深度学习模型最大的缺点是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因此研究人员又相继提出了半监督的抽取模型。其中一个应用广泛的方法是远程监督。远程监督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两个实体如果在知识库中存在某种关系。 则包含该两个实体的非结构化句子，均可能表示出这种关系。其基本的实现思路是：首先从知识库中收集已经存在的关系 R 的三元组，然后用这些三元组中的实体去和文本语料做匹配。如果两个实体同时在一个句子中匹配成功，则假设该句子描述的就是 R 关系，并作为 R 关系的正样本。 去训练抽取模型。远程监督主要是对知识库与非结构化文本对齐，来自动化的构建大量的训练数据，减少模型对人工标注数据的依赖，增强模型跨领域的适应能力。可以看出，这个假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很显然，一个实体对可能有多种关系，一个句子与两个实体同时匹配。 并不能代表这个句子就是描述这种关系，因此远程监督会引入大量的噪声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我们简要介绍几种降低远程监督噪声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基于助力机制的多实例学习方法。我们回顾一下远程监督的思想：包含相同实体对的句子都被打标成相同的关系。我们可以基于多实例学习的思想。 将包含相同实体对的句子组成一个 bag，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具有这类关系。因此，一种简单的思路是基于注意力机制学习每个句子的权重，然后通过加权的方式得到包含实体对的整个 bag 的特征。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基于强化学习的方式来选择句子。整个算法的过程如图所示，实例选择器。 考虑当前句子的选择状态，并选择样例，关系分类器向实例选择器反馈改进选择的策略。还有一种半监督抽取的方法，称为 bootstrapping。这种方法的主要思想是利用少量的实例作为初始种子集合，然后进行学习，得到新的规则库，进而基于新老规则库抽取新的元组。 并扩充种子集合，通过不断的迭代，从非结构化数据中寻找和发现新的潜在三元组。Bootstrapping 是一种朴素的迭代扩充样本的方法。基于 Bootstrapping 这一朴素思想和神经网络的学习能力，学者将两者结合，进一步提出了 Neural Snowball 的关系抽取模型，以通过转移现有关系的语义知识来学习新关系。具体的说， 这个方法使用关系孪生网络来基于现有的关系及其标记数据来学习实例之间的关系相似性。给定一个新的关系及少量的实例，可以使用累积未标记语料库中的可靠实例。这些实例用于训练关系分类器，该分类器可以进一步识别新关系的新事实。Bootstrapping 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所谓的语义漂移问题。如图所示。 种子词的类型是城市，但经过种子词的获取的新的模板，例如 lives in X，再次应用到文本之后，新增加的实体类型可能是一个州或者一个国家。这种因为新增加的实例与种子不相关，或者不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称为语义漂移问题。解决语义漂移问题的方法很多，例如可以限制迭代次数，因为迭代次数越多。 漂移问题越严重，也可以通过预先定义抽取模板中实例的类型，来对抽取的结果进行过滤，或者进行类型的检查。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对多个抽取对象进行耦合训练，让抽取对象之间的相互约束来降低语义漂移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和三元组抽取有关的任务，即属性的补全。和关系抽取不同，属性补全的任务。 指的是对实体拥有的属性及属性值进行补全。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要靠若干属性来描述和修饰。比如实体杭州就具有若干描述性的属性，比如人口、气候等等。一个实体通过若干属性的取值来对这个事物进行多维度的描述。一般来说，属性补全的方法可以分为抽取式和生成式两大类。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每一类的方法。基于抽取式的属性补全，主要通过抽取输入文本中的字词，组成预测的属性值。预测出的属性值需要在输入侧出现过。如图所示，属性补全的任务输入是待预测属性口味和句子。这口膜真的是不辣的。抽取的属性是不辣，和关系抽取模型类似。 一般可以通过神经网络，例如 CNN、Transformer 等模型来建模文本的表示，并基于序列标注进行属性的获取。不同于抽取式的方法，生成式的方法直接生成属性值，而这个属性值不一定在输入的文本中出现过，只要模型在训练数据中见过即可。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直接基于端到端的序列生成模型。 实现属性值的获取，抽取式和生成补全各有优劣。抽取式方法只能抽取在输入文本中出现过的属性值，并且预测属性值一定在输入中出现过，具有一定的可解释性，准确性也很高。生成方法可以预测不在文本中出现的属性值，但只能预测可枚举的高频属性。 导致很多属性值不可获取，且预测出来的属性值没有可解释性。下面我们介绍一个属性补全的应用——商品信息的属性补全。商品属性是对产品性质的描述，是区分产品差异性的集合。一般来说，商品的属性越详细，越有利于商品特点的展示，越有利于买家选择商品。商品结构化关键属性覆盖率和精度越高，越有利于。 提升导购的效率，商品的分层也需要根据商品的属性、用户的属性进行特征的计算，从而圈选出精品库，提供优质商品的选品能力。我们可以基于属性补全的算法，通过商品的文本等多个来源的信息，预测商品的类目、同款、品牌等属性，以提升用户的体验。最后，我们做一个小结：，关于抽取是知识图谱构建中重要的一环。 其经历了模板匹配、特征工程、核函数、神经网络和预训练语言模型等技术的变迁，远程监督及各种降噪方法的出现，降低了关于抽取对于大规模标记数据的需求。为了方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关系抽取的算法，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开源中文关系抽取的框架 DeepK1。这个框架给出了目前最主流的深度学习抽取框架的。 参考实现，欢迎同学们使用。我们这一小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